来好两换，这个球出棒打着的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一列手追了过去，有机会来接吗？一列手最后滑的，把这个飞球给接到手套里面。Nice play， 这球是六星级的守备动作。所谓的六星级，就是他已经移位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，球还离他有一段距离，他用滑的动作来掌握到球的弱点，这个球真的是做得很好，接得相当漂亮。高国兴是2007年一垒手金手套奖的得主。